整个人被刺激到了。怎么说？刺激到有点伤心，有点难过。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看同学。没有错，我们超级总动员开播以来，我们邀请来了这位同学，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同学来了，175公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身高只让我有压力而已，其实还没有我高啦。笑什么？哎，那你等一下先来介绍一下，再过去他旁边。好，先来介绍一下好了。好，欢迎黄队，仁爱国小，仁爱国小，来自台北。欢迎欢迎欢迎，邱宇帆小朋友，几年级？6年级。六年级，闺女闺女，你不要踮脚。178差不多。闺女，你多高啊？闺女，你头发吹那么高，真矮。175哈，差不多了。规矩，差不多了。你跟他比啦，你跟他比高多了。哦，那他就真的是，他就比较小只。你几岁？几年级开始长那么高？中班的时候。中班的时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蓝队呢，相对的比较亲民一点，对不对？感觉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，哇，每个人眼睛都好漂亮，好深邃哦，好不好？蓝队同学，大同国小。我们是。原住民吗？对，是哪一组？阿美族。阿美族。所以听说你们学校有原住民的舞蹈社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就是你们，对不对？对。是，所以你们哦，等一下好像会有跳舞给我们看。这里有一位同学的名字，我很想唱一首歌。哎，什么歌？范梅兰。范梅兰。范梅兰，大家听到你的名字会不会唱梅兰？梅兰，我爱你。会哦，你知道这首歌？是这样。欢迎你们，马上进行我们的旗开得胜 ，Go！旗开得胜3.0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3名代表出来对战，参赛者需听指令，升降手和脚上的旗子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留之队伍获胜。哦耶！旗开得胜3.0，今天的赛制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我跟彦俊哥哥是对手，没有错，他代表蓝队，我代表黄队。而且今天我们不预测，我们直接送给大家彩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一回合如果赢的队伍呢，可以抽2颗球，输的队伍可以抽1颗球。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黄色的3颗跟蓝色3颗放到这个里头。如果你赢的话呢，赢的队伍抽2颗；是你队的队伍，如果是蓝队赢的话，那如果你抽到2颗蓝色球，你就可以留在自己的座位上。没错。如果你抽到1颗蓝色球，1颗黄色的，黄色我们就先拿走。输的答。耶。所以今天是抽彩蛋的游戏哦。太棒了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降旗。哇，一定要搞成这样就对了。老师，音乐。3.0哦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放，绿旗不要放，绿旗蓝旗不要举，红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放，除了白旗其他上。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上跟下突然没有办法反应过来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今天一样很帅，因为头发很不灵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的？没有，那帮我们说整理场地呗。整理场地，谢谢。请降旗。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红旗白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放，白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举，红旗。只剩我一个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了，全部都走了。梅兰，梅兰，梅兰，整个很放松，对，他就绿旗这样，然后说啊，没电到。梅兰，你不要感觉好像没来好吗？梅兰，哎，现在蓝队只剩彦俊哥哥哎。你很棒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要撑住，我要撑到最后。因为他还没有吃午餐，他可以，他现在我可以的，很清晰，我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整理场地。耶！哦，蓝队只剩一位同学郭彦均。仁爱国小3个同学，刚刚我们在休息的，他说哦，还好我们在学校有练很久。我说哦，天哪！哇！而且有努力是不是就会有回收回报？伟霆说，他说他没有想过他会留到第二。而且伟霆你脸也太红了吧，伟霆。郭彦均，虽然我们是对手，但是蓝队只剩你一个，我们还是要给你加油，毕竟还是有同学以为我们曾经是男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郭彦均，加油！郭彦均，加油！彦均，我
紧张了，好可怕。老师音乐请了，撑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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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放，白旗不要放，蓝旗放下来，红旗白旗不要举，除了绿旗其他下，除了绿旗其他下。没事哦，没事哦，安全。没事哦，没事哦，音乐继续。OK 哦。蓝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举，绿旗红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举，全部放下来，红旗不要放，蓝旗白旗举起来，红旗不要举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白旗不要举，绿旗不要放，蓝旗不要举。红旗举起来，蓝旗绿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举，蓝旗绿旗。郭彦均，再见。请你帮我们把六颗球放进去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黄球，黄色的彩蛋。黄球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蓝色的彩蛋，三颗，两颗。所以这一回合呢，是我们的黄队获胜，所以黄队可以抽两颗球，蓝队可以抽一颗球，好不好？来看看，眼睛看前面，好，两颗，先抽第一颗，黄、蓝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黄色，谢谢。我们平手了，对不起，我们平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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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手了。对，一次，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，只剩一次机会。我刚刚抽到黄色，然后你还是抽到黄色啊。好，什么颜色？蓝色。黄色。蓝色。在前面。黄色。蓝色。蓝色。蓝色。建军哥哥，你只有蓝色一颗球可以抽。都是黄色啊！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什么颜色？黄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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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拼全胜，好不好？没错。OK， 没有，我在跟我们蓝队的同学说了。OK， 请降旗。3.0 版本，老师 Go。红旗、蓝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举，绿旗不要放，绿旗、红旗放下来，红旗举起来。停。红旗没有降下来，对不对？OK， 冠军，冠军，你现在跟他讲话，只到他领巾的高度。而因为他坐在那高台上啊，他站在高台上，对啊，站在高台上，红旗太不让人注意，对不对？好不好 ？OK， 没关系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换场地。好，蓝队渐入佳境了，倒吃甘蔗了，表现越来越好了，好不好？请降旗，老师3.0 Go。红旗不要放，蓝旗举起来。绿旗、红旗不要放，红旗不要举，绿旗放下来。停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说啊，时间还没到，我在等你放下来，可是你真的太久了。你好久，你是现在几年级？4年级。今年四年，那你几公斤？22.7。哇，22。哇，我四年级就已经42了。你比我女儿才重7公斤而已。哎，她比我女儿重4公斤哦。她女儿才4岁而已。要吃饭哦。你要多吃饭，好不好？好，没事，我带你去吃饭。走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还是你家到我的那个化妆间，我们一起吃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们先换场地，我带你去吃饭了哈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举手，2-2，现在都是各剩两个人，好吧？请降旗。好，老师音乐 Go。红旗举起来，白旗不要放，蓝旗白旗放下来，绿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放，绿旗不要举。真为你感到可惜啊，就是慢了那么一点点而已，慢了大概什么0.56秒而已，很紧张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待会来好好跳舞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 ，OK。我们这位同学也淘汰吗？真的吗？对，也结束了。哦天哪，心灵真的啊，帮我拿出来。黄队先抽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黄队先抽。子睿看前面。加油！
先尾。方球看前面。你今天玩很久了。一分先放上来。没关系，我们被拿走一颗球而已。第二颗黄球，黄球，黄球来了。篮球。里面还有两颗蓝，两颗黄。对，黄球，蓝球，黄球，蓝球，蓝球，蓝球，所以这一回合忙半天，虽然黄队呢两回合都获胜，但是呢最后的结局是蓝队一颗彩球，黄队一颗彩球。一比一，辛苦了，给队长三个力。马上进行下一回合，偶像拼拼。偶像拼拼游戏规则说明：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，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两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。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让我们有请赵慧阿妈，欢迎我们的小偶像。哇塞，他们今天穿的衣服怎么跟我们的颜色这么搭？哇，也超搭的，这是黄跟蓝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阿包，你是不是今天要带来表演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表演什么呢 ？Twice 的日文歌。Twice 的日文歌是什么歌呢 ？Black Blue。Black Blue。哇，哎，这我好像知道哦。那我们看你精彩的表演好不好？好吧 ，OK， 来来来。阿包的舞蹈 ，Twice Go。而且他那个眼神有没有眼神？人家闭口笑啊！对呀、啊，好了，我们今天要来偶像拼拼，对，到底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？第一题 Go。偶像拼拼，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两个字，记得上下左右都可以拼哦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嘿，看清楚什么字先写下来哦。人口。否认呐，就是否认呐。人不人口，人不人口，人不人口，严严不严不严否认，什么差一点，大一点，否认，否认，否认，严严啊，认否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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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，请翻板。黄队是否认，你们很早就发现这两个字哦，没有质疑。蓝队也是否认，否认，两队都是否认。你对这答案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是不是否认。不口言忍就是否认，恭喜蓝队。非常好。第二题其实我觉得应该难不倒你，因为也是两个字哦。仔细看哦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嘿，背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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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
发现今天的两组同学都很可爱，很怕同学就画画画，闭闭闭。因为喊得很大声。对。好，数到三，请翻板，一二三。货币，货币，两队都是货币，你们也是很早就知道这个答案。哎呀，谁先猜出来的？哦，子睿，子睿很厉害，听说你以后要当电子公司的，而且是上市电子公司哎，老板，老板好。哦。老板为什么想要当上市电视公司的老板？不知道。哦，以后如果需要代言，可以麻烦找我跟燕京哥哥，我们很便宜的，好不好？跟那个卡斯伯跟丽莎一样，我们都可以当吉祥物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为什么最后突然觉得有问题？为什么？你刚写避祸。你刚写避祸。不是我写的。我们写币货哦，还是不对哦，货币对不对？哦，货币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货币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是 money 啊。然后，Wow, yes, it's money, right? Yeah. Money 都是职业艺术啊，你讲艺术不？到底是不是货币呢？来看看正确解答。答案就是。三个字要来喽，两位加油。接下来第三题呢，有三个字啦，提醒一下哦，我们的屁股也有字哦，到底谁的屁股有字呢？待会要注意看了。OK， 老师音乐 ，Go。有，还有虎，还有那个有上面，虎，还有虎，面。哇，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的，这个东西我非常非常喜欢。发挥你们想象力，上下左右都可以来拼，好吗 ？OK， 然后呢，提示你们讨论可以小声一点。刚才蓝队答案写出来，整个要喜极而泣，很开心。好，数到三，请翻板，一二三。好，黄队的答案是炸酱面。炸酱面，哦，怎么会这个答案很特别？因为它就是三个字，就是三个字，哎呀，没办法补的。好，蓝队同学也是炸酱面，为什么刚刚答案写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那个知琪整个超级超级激动的，整个写出来他答案的好像生出孩子一样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这答案是谁想出来的？三个。全部大家也想出来的，所以你也很佩服你队友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你是魂跑掉了？你是？好，答案到底是不是炸酱面呢？老师，请公布正解。来，我炸酱有好卖面，答案就是好吃的炸酱面。恭喜两队全部答对。像目前两队都没有人 lose 掉一题，很厉害。OK， 第四题见真章 ，Go。目前为止零失误的这个关卡，到底这一题会不会失误？老师，音乐 Go， 三个字哦。口干黑，口干黑，口干黑，口干黑。站黑口，站黑口，转圈，注意，气跟土。这一题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稍微难了一点点。我觉得你不简单，这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这个东西应该同学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接触过。数字跟口，这个应该同学没有接触过。对，正常的话应该是没有了。字应该没有。字可以写大一点喽。好，我先来看一下双方的状况如何。翻板，答案板，一、二、三。你们是不是有人在偷偷讲电话啊？没有。黄队的答案是晚点名，
所以你是比较难一点，稍微难一点。还好，比较好一点。你们有遇过晚点名吗？应该还没有遇过晚点名吧？没有。晚点名就是比如说你在住校的时候，几点几点几点要回到房间，然后就要点名这样晚点。或者是当兵的时候有这个词，当兵也有。当兵也会晚点名。有。好，晚点名，很厉害。你是不是每次答案出来都会有一股感动的感觉？OK， 好，答案到底是不是晚点名呢？老师，请公布正解。日、稍微转过来，稍微转过来。黑、赞、细、口，就是晚点名。恭喜两队全部答对。现在呢，两队可以各抽两颗哦，你们要两位抽是不是？哦，也可以啊。黄色的彩蛋，我们先把彩蛋放进去。蓝色的彩蛋，三颗，好，猜拳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有，那先，先抽，后。哦，厚，好，很好，其实没差。不可以。先看前面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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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我们机会就只剩一颗嘞 ，so sad， so sad， 哇，你如果再抽到黄色就真的厉害了。来看前面，好，拜托，一颗就好，得两颗彩蛋，马上进行。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安全上垒。安全上垒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两名代表出来竞赛，限时内参赛者以抛接的方式接住三角锥，两回合加总，接住三角锥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安全上垒，我们的新关卡来介绍一下，手上呢有个金杯，到时候呢要把你们队伍的这个杯子呢，把它扣在上面，然后用往上抛接的方法把它接回来。接到越多的人呢，那一队呢就胜利。然后每个人有30秒。现在呢，燕军哥哥要上场了，好不好？燕军哥哥第二棒，同学们，你们陪他有没有练习？有练习，有，厉害。我们这队同学还说，这个杯子可能不够他玩哦。最好是嘞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请倒数。加加加 ！One，Ready，Go！ 加加加！有的时候要在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接的时候传出去，但是接的时候要在我们的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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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越难去控制。地上一堆安全锥，我们现在数上黄队有几个，帮我数哦。来，一、二、哇塞，三、四、五，黄队五个，蓝队一。马上进行第二回合，晴明姐姐上场了，第一棒30秒，请倒数。Three, two, one,
第二棒，就位，第二棒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Ready go。先看黄队好不好？黄队刚才是五个六，五个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，OK， 黄队十三个，七个，你也太多了吧？蓝队刚刚是七个，好，帮我拿一下，八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会抽筋，不要，十七，哇，十七对十三，恭喜蓝队获胜。再抽两个彩蛋，蓝色彩蛋三颗，黄色彩蛋三颗。先抽，林队先抽。好，看前面，林队先抽。我们目前累积呢，我们蓝队有三颗蓝色彩蛋，黄队只有两颗的彩蛋。嗯，比赛非常的紧张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我们应该来看个表演了。好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欢迎大同国小带来的原名舞蹈，掌声鼓励。从树林来的新北大同国小，今天带来原住民的舞蹈表演。非常的活泼又可爱，他们呢曾经参加106年新北市艺术暨终身教育嘉年华彩街游行，可爱的原住民舞蹈，请给他们掌声鼓励。关键密码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各派三名队员出来对战，同学依序随机喊出1到99其中一个数字，主持人会依照喊出的号码逐渐缩小范围，喊中设定号码的队伍获胜。现在我们的密码已经在我们的宝藏盒里头了，现在两位看守员可以先让大家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看看号码是多少。好嘞。1到71，69，69 pass， 1到
六十几，六十九。一到六十九，三十七，三十七，哪里来的灵感？三十七是你的座号吗？是，三十七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是二十，因为是三十七到六十九，猜一个，四十，四十 ，pass， 四十到六十九，五十七，什么？五十七？为什么猜这个数字？随便想，五十七。我要请你先转过头，跟郭彦均说声对不起。好，大声说对不起。好，转过来，大声说五十七，五十七。正确答案就是五十七。你怎么猜到的？你怎么让我玩的？啊！我也讲五十七的，我也要讲五十七。你为什么猜到五十七？你有什么灵感吗？五十七对你是有什么意义吗？还是你是五月七号出生？还是你们家门牌是五十七号？就是信手你来五十七，打定主意不让郭彦均玩就五十七应该是我的号码，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有五七两个字。哦，因为你的老婆五七吗？没有，我是二五七，我的手机号码中间。哦，对对对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请两位我们的宝藏守护者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五十七。所以这样直接猜对，是不是直接抽彩蛋了？对不对？ Yeah. 好，我们保护到这个椅子桌子都已经歪掉了，很厉害。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蓝队也可以来抽一颗。对，黄球，一，黄球，二，三个，三，蓝的四，三个，六，好，好，篮球，篮球，篮球。哎，篮球在这里。哎，篮球这边，这边不用放了。篮球不用哦。这边不用放。对啊。好，黄球。黄球，好，欢迎回去。好，请您。下一位。蓝队。篮球。黄球。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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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。哇塞，我们的彩蛋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。的一个彩蛋，马上进行第二回合。Rosie， 到。好，全场请回避第二题的提示。保护，好，保护，全世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们是同一队的啊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一到。九十九，六十九，六十九 ，pass， 六十九，六十九是不是？六十九，一到六十九，三十三，这个数字对你有特别意义吗？没有，三十三 ，pass， 一到三十三。二十六，你在学校座号几号？十六，所以不是吗 ？Pass。哇哈哈！一到二十六，十九，不要往下看，很不舒服。好高哦！一到十九，十二。哎，你在学校的座号是几号？二十三哦，十二号是不是 ？Pass。心理姐姐，一到不需要，一到十二号。
十一。pass。来，第二轮了，你玩最多次了。一到十一号。四号。否。四号。三号，你选一个。一到四。二。换不换？No。为什么是二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是三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感，你跟我说一个感觉，为什么不是三？直觉。就是二。不换。拜托。拜托。二号哈。恭喜。答对，就是二号。三号为什么你会猜二号呢？直觉二号就直觉啊，就直觉是不是？到底是几号呢？答案就是二号。恭喜！哇，怎么样？他猜蛋球都猜不对。黄队的彩蛋三个，好。蓝队的彩蛋三个，对。好，黄队可以先抽，抽两个机会，两个。果然不是自己带来的，好不好？电台的老板你好。换我们的蓝，我们蓝队要抽，蓝队要抽。所以里面有三个蓝的，一个黄的。对，你一定是蓝色的，来。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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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。好好，那这回有全部的人都有得到彩蛋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这回有来抽人，有抽人都是得分。对呀。是不是？好，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关卡。Go！ 不管的。精算高手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以接力的方式寻找数字与加减乘除符号，排列出指定答案的运算式，花费时间较少之队伍获胜。比较特别，是的，就是呢，我们两队比赛秒数比较少的那一队呢，就有机会得到一颗彩蛋，直接给你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把它完成，好不好？嗯。蓝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先来选择吧。超级总动员，请选择哪一个字？圆。圆。来看看圆是多少？题目是七。七。要用除哦，要用到除哦。好，蓝队 ，Ready Go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数字要用到除哦，二除哦，记得先乘除后加减哦。来，先乘除后加减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要用到除哦，好，我好。好，下一个，记得要用到除哦。黄的，符号找出来。要快一点喽！要快一点喽！除多少？除多少？看一下除多少哦！除多少？加油加油！
像我指定加减乘除就稍微难一点点。而且加乘除好难哦。对啊，好，所以大家看到有点傻掉。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答案好了吧？九除三等于三，三加四等于七。恭喜答对。来看看秒数是多少？一分四十七秒七九。好不好？昨天想了一下，现在对加减乘除就是这个对。但是等一下我们黄队的题目考不好也没有那么简单。哎呦，对黄队请加油。黄队 Go。我们的黄队上场了，黄队请选择超级总动四个字，要哪一个字呢？总总好，老师请出题。十八要有除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心算高手黄队 ，Ready Go！ 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好，用到除了，好。加油！怎么样凑到十八呢？想一想。加油！加油！好。加油！下面一个也是符号，加减乘除的符号要怎么用呢？想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很好，你找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所以六除以三等于三，哦二二，除以啊对二二二，啊乘以九等于多少？十八。好，正确答案就是十八，来看看秒数是多少？哇，这成绩很快，一分十一秒九七。对，恭喜黄队直接获得一颗彩蛋，恭喜！现在我们来统计看看彩蛋到底有多少。终极彩蛋游戏规则说明，两队各派一名代表出来，将各关卡获得的彩蛋投入箱中，以最多抽出三球的机会，最先抽出该队颜色最多彩蛋的队伍获胜。哇，精彩的比赛，先为自己今天精彩的那个表演掌声鼓励一下。6-5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数一下，黄队现在有六颗彩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请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蓝队有五颗，一二三四五，我帮你，一二三四五 ，OK， 非常非常精彩。现在里面呢，黄的有六颗，蓝的有五颗，黄队可以拿有两次机会，对，两颗的机会可以拿两颗，蓝队有一颗的机会，只要这个球出来，谁先抢了谁就赢。所以黄队，如果你拿到蓝色的一颗，他也拿到蓝色的一颗，蓝色今天就赢了。但是你们有个几率是你们可以先抽 ，OK？ 加油！很关键，第一颗彩蛋直接到，第一颗非常的重要。好，这是黄队。好，你一定要拦截了，你一定要拿蓝色。如果你抽到黄色，就真的是黄队，黄色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来。帮我们看前面了。什么颜色？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